许说我的腿。你们这些人干嘛老是说我的腿？衣服都脏了。你帮我洗算了。你不用帮我洗，你看这都，这全部都是果子。我白色的衣服就变成了黑色的。我们这是过夏天还是过冬天？怎么了？什么叫我们这过夏天还是过冬天？我穿得很奇怪吗？请问？今天的气温最高26度，最低21度，现在是22度，刚刚好的一个温度。所以说也不算奇怪吧，也不算奇怪吧。大家帮忙点点赞啊！大家帮忙点点赞。介绍车，我介绍了那么大一天了，你们又不问我，你们想要看啥车，然后什么配置呀，优惠力度啊，这些你们要说，你们不说的话，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车的话在哪里看不都是一样嘛，对吧？只是说它每个地方的一个优惠力度是不一样的。像这一款车，现在的话它的优惠力度就比较大了，咱们的这些优惠力度的话差不多有4K 左右啊，4K 左右的一个优惠力度。爱妃
榜一啊，榜一是我自己的号，叫智子啊，也不是，我在榜一，也不是说接受车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只是说，因为我一直都有跟大家强调，我们展厅里面有很多小红旗，我们不可以啊，在直播间里面不可以把它露出来，所以说我就不能拿着这个架子到处给大家看车，就只能说找个看不到小旗子的地方给大家看看车。然后看车的话，至少大家都是隔着屏幕来看的，是不是？我们都是隔着屏幕来看这个车的，那每个地方它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因为车是一样的，内饰配置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只在于它的一个优惠力度和最终的一个落地价的差异。如果说你觉得你能接受，你喜欢了，我们就在公屏前面这个小风车上进行一个在旁边了。我自己的号是在榜二啊，现在是在榜二，自己的号叫智子啊，在榜二。喜欢的话也可以点点关注啊，喜欢的话可以点关注。介绍了，本来我们的这个号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车型啊，我们自己的一些车型，那不介绍车开直播干嘛，对吧？那把我介绍给你们呀，介绍给你们，这不现在也没把自己给介绍出去嘛，是吧？就只有长安车啊，只有长安的乘用车。我这边的话是长安春卖店，就只有长安的乘用车，我负责乘用车系列的，其他的车型我也没再负责，就有的就是 CS 系列，逸动 PLUS 呀、瑞城 CC 这些车是我现在有的车，但有的配置的话是也没车啊，有的配置的话也没车，那有的车就给你们介绍，没的车的话，那你们想要听，你们可以去其他的直播间去看一下，我这里的话没有的话，那我也是没有办法的。手动挡啊，9.29的一个官方指导价啊，9.29，然后它的一个现金优惠现在可能是有个4K 啊，4K 左右的一个现金优惠，但是具体的还是按照当地啊，我们每个地方不一样，所以它的一个度可能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啊，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关注了啊，关注了啊，关注了吗？好吧，关注了是吧？关注了就好。那不关注的话，下次就会找不到我。云南不冷啊，云南不冷。现在的话是22度啊，我刚才问过 Siri 了，22度，最高26度。最低21度，现在22度，不冷不热，很好的一个温度。但是如果说晚上或者是早上起得特别早，还是会有一点点冷的。云南有下雪的地方，但是宝山不，我们宝山不会下雪啊，宝山不会下雪。说会下雪的话就好了，我没见过雪。
没点关注的啊，没点关注的，没点赞的，都给主播点一下赞，点一下关注。今天开到看9点，10点开到15点吧。再开一下就结束了，再开半个小时，再开半个小时的直播就结束了。每天都是熬日子混时间。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前置吧，还是搞个摄像头前置吧。坐一会儿。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聊聊天，今天晚上不来聊聊天吧，不然不聊天挺尴尬的。这一天从早尬到晚，从开始尬到结束啊，这两天没心情开直播，又是失恋又是失眠。喜欢呀，那你照着这个样子去长呗，看你能不能长成这个样子。青岛80就打瞌睡，永远都睡不醒。怼脸拍好近啊，
吵。快点点赞啊，点赞，没点赞的快给主播。我是说你惊艳到我了，哦，我惊艳到你了啊，惊艳到你了。挺会说话啊，那这话我挺喜欢听。刚起来刷到我，因为你今天来我直播间，所以说只要我一开播，点开抖音基本上都能刷得到我。只要看过直播停留过的，那肯定都会刷得到，那不奇怪啊，不奇怪。颜色都掉了，都不是黑色，马上就要变成黄色了。我们昨天晚上睡了5个小时，不知道睡了多久，好像都没好好的睡觉，我都忘了啥时候睡着的，忘了啥时候睡着的。下午我咋又失恋了？不知道，我想笑。我这恋爱爱得很，恋得很突然，然后失又失得很突然，我要笑死了。还没开始，才开始就结束了，也不能说还没开始就结束，就是才开始又结束了。所以说不适合，我就是一个不适合谈恋爱的人，还是适合好好的一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该上班上班，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对吧？净整些没用的。我好奇你不冷吗？我为什么要冷？我这的温度二十，你听吗？我问 Siri。Siri 进去，我冷不冷？我不冷，我要冷，我早就把棉袄都穿了。啊，何消还要这个样子，对不对？最搞笑。看我，看我穿裙子是吧？看我穿着个裙子，然后就觉得我冷了。不，我不冷，我一点都不冷，我还很热呢。失恋失眠没关系的，不要失心疯就好。过分了，我应该离失心疯不远了。云南啊，这里是云南，我说过呀，这里是云南，不是北方，北方好像都有下雪的了，是不是？但是我这里的话还早呢，我这里还热呢，估计还得热个一个月，两个月，现在才10月份嘛，可能11月份气温会转凉一点，但是应该也不会很凉啊，应该也不会很凉。
真的是要笑死了，我一下一下的真的是受不了自己了啊！一会儿开始，前天还高高兴兴的和大家说，然后继续还要当伴娘，一直都在当伴娘，当着自己都嫁不出去了，还在当伴娘。把赞点到10000，你都开始给我拉票了是吧？开始给我拉赞了，点到10000。差不多点到10000了，每天都这99%的赞都是我自己点的。到10000有节目吗？想要啥节目？想看。